感谢欧森团队专程从美国到中国来拍摄这组VCR。 然后我们今天使用的这台车是 TTS 为原型的 TT 轿车。跑车吧，我们进行了一些一系列的改装啊，但是它也是我们店的一个 Wilson 的一个展示车，希望今天这段视频能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 Wilson 这个轮圈，更多的了解Wilson 这个品牌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希望这段视频能让大家满意。